佛法常讲本极因缘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学到，要把教学这桩事情做圆满，像唱戏一样。我们是什么角色？这个角色要表演好，要很像，那个戏才唱得圆满。啊，表演给众生看的，让众生看到觉悟，让众生看到了会回头。啊，你看他们都合作，佛与佛合作，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，搭这个舞台，他是主角。其他的诸佛菩萨、诸佛来做配角。啊，像文殊普贤，甚至像舍利弗、目犍连，表演一个阿罗汉的身份。那实际呢？实际他们早都成佛了，比菩萨还高。啊，他表演阿罗汉，这就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我们要学习啊，我们学习，我们唱主角，他也来要拥护我们嘛，一样的道理嘛。谁做主角，谁做配角，缘分。那不是哪个来主宰的，里面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，完全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看众生的喜爱，